皮肤没了，不得劲儿啊！说实话，没有原计划的剑圣皮肤，砍起来不得劲儿。捍卫你自己。闪现！我将为你指路。都没有那个，那个了。回家了。你星战呢？没了。光剑没了，开始吧。没药了呀，买个药吧。哦，他说那瑞文是小带，让我稳住。他说那瑞文是个小带，还小带呢，带个几把毛带。他是小带，我就通天带。怀疑是最强大的敌人。快跑，大光头！还行啊。形势先于蛮力。哎呀，惨痛的教训！我先念个咒啊。等到把技能都用了啊，尤其是瑞文这种英雄的话，别！给我瞎眼了。嗯，你敢上我是没想到的，这有啥不敢上的？不要被骄傲遮蔽了。我能杀他，我为啥不上啊？你记住，瑞文的技能一共三个，只要他交了两个就可以上。这个还小带，我都不乐意埋汰你。士兵线开始吧。
我马上无敌啊！他马上升，我估计，他应该要升了。这波不打了，回家了。为了防止他真的是小带，哎，这也不是小带。他放的技能放的，这一瞅就不太行。那会玩的瑞文的技能没有呢，就是这么瞎放的。抓抓抓抓抓抓！看不到，差一丢丢。你为啥不回家呀？因为你是小带吗？我说实话，这不用皮肤啊，连秒 W 都是这么的不顺畅，都是这么不得劲儿。你这别没完没了的啊！哎呦！这蓝枪才是小带，你给我守下塔呀！形势先于蛮力，我跑什么？他两步回塔了，我不跑也不行啊！我先给他引到冰堆里边，完事我们给他打，跟他打。Shut down。人家远程英雄，我们近战英雄的，不可能让你近身儿，这不扯淡呢吗？你说被打那么多下才还手，那塔下咱也还不了手啊，关键塔下咋还手啊？那蓝枪有那个香味猛冲，你追不上，啥也不到。这瑞文啊，这一波还真就不是那么很好打，他能秒我，你知道吗？虽然他零四幺，我们420，啊，但是不是那么很好打，他能秒我。我们开始吧，把这边线收了，稳一点啊。看准时机，
要杀他得有时机，知道吗？别急啊，不要着急，看准时机，他的失误点。这剑圣打瑞文并不好打，这英控小控太多了，打断我们的攻击节奏。好，一展千金。你看，抓，抓！哎呦我操！看见没？打断你的攻击节奏，这就会比较烦。被秀了，那被秀了咱也没办法，那瑞文这英雄本来打我们就好打，他零杠四我们可能都打不过的，我都跟你说了，他如果是小戴的话确实比较难打，这英雄等级起来我们比较脆，没有多少血量。真正的大师永远都怀着最好的就是别跟他打，但刚才吧好像有点机会。怀疑是最强大的敌人。但是这波他没技能，可以试试。集中起来的意志可以击穿顽石。他如果不交 E 技能 W 技能来进攻我，我是很难跟他来上去对拼的。太难了，哎呀太疼了，给他了，这塔不要了，他 W 交了也没用，他三段 Q 也有控制，他控小控太多了，这英雄菜啊，就打不过就菜。我都不乐意跟你玩，兄弟。我拿他去。我拿那青王八打青钢影，我们没打过，跟我说菜，我搜了一整天，没一个人打得赢我。我都不乐意跟你说，没劲。就在那老硬犟。我也不是说死了，你说那倒也行，一共我就死了一把，
剩下的都是那蓝枪杀的我，那瑞文上来让我是单杀连杀四把，你他妈不放屁啊，一波没打过就菜。优米可以啊，可以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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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这瑞文没用，走了，撤我的兄弟，你在这儿回城这么不怕死吗？形势先于蛮，先来个收集者。坐等胜利的到来，给我杀！下路来，来来来来来，翻身！你别打那红了，你帮帮忙，我有点杀疯了，没收住手。除了瑞文都可以杀，没事，一会儿瑞文也能杀。装备不是特别好，而且我没出那个，没出护甲，出点护甲的这打不过。集中起来的意志可以击穿顽石。有没有眼儿？没有眼儿。我杀疯了！漂亮。听说你叫小戴，
算了，不上了。那有潘森，哎，这潘森活的咋那么快呢？潘森是第三个死的是吧？呀，没让回城。给我杀！我杀疯了！又给我下当了，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去打大龙啊。大龙他们不打，大龙不打，我可要拆家了。能不能给波五杀？首先，我们先杀这蓝枪，杀完蓝枪杀绿门，杀完绿门杀卡牌，杀完卡牌杀沙米拉，杀完沙米拉杀潘森。集中起来的意志。我觉得这猫啊应该一直跟着我，我去接它去。嗯，我去接它去。嗯，我去接它去。嘿，哎，怎么死的这是？EJ 开大了，来吧，往哪走？谁搁那里呢？我看看，是个蓝枪是吧？我一刀。那拆家了，你管不管？你管不管？快点点！你他妈管不管？万一刀！我让你干死我！快跑吧，这波不能打了，回家整顿一手。升个十六级，打个大龙嘛。打大龙啊，千万别在大龙屁股后边了，大龙屁股后边有刺儿，你知道吗？来，我接你。来波五杀啊，来波五杀，我们四百六的攻击力，468，吃个样儿。
再出个村个500攻击力剑圣带暴击，500攻击力剑圣带暴击，跟我傻来。那瑞文都是个弟弟，给我往上冲来。你跟我呀，唰，我今天就砍你了，又能怎么样？唰，太装备了，给我升级了。永远打不过瑞文，他跑，他不跑。现在他应该打不过我，主要他老跑，你知道吗？我一打他，他就跑。他跑我们就得追，我们一追大招就没。断我攻击节奏。